傅，您都是很晚才睡觉嘛？对啊。对吗，师傅？啊。可是师傅，为什么没弟子每次看到师傅的眼睛都没有那个熊猫眼啊？师傅都没有黑眼圈，都是很亮的眼睛，这样。眼睛很亮。那而我们呢，就是睡不够。马上眼睛就熊猫眼出来了。那嗯，对啊，师傅。那为什么我不叫你师傅，你叫我师傅啦？对啊，师傅。啊，你以为有睡觉晚的都有熊猫眼呐？嗯。啊。哦，那师傅您可以跟我们开示一下，这个是因为我们业障太重了嘛，所以。你心第一，你浩然正气的话，你就算睡得晚一点，你心中有正气，睡着的时候你睡一分钟等于人家十分钟，概念一样，就像师父念经念得好，我念一遍你们都要念一百遍了，听得懂了吗？嗯，这个。现在我如果浩然正气，我半夜睡觉敲门心不惊的，我心中完全是法喜充满的睡觉，和很多人满脸忧愁满脸烦恼的睡觉，你说哪个人睡得香啦？嗯，明白了不啦？对呀、啊、睡下去就睡了。所以菩萨说、啊、你做一门精进，包括你睡觉也好好的睡，睡觉的时候就不要乱想了，吃饭的时候也不要乱想了，你就好好的吃，什么东西都要一门精进，明白了吗？嗯，你听师父的录音、嗯、听话就好好听、嗯、也要一门精进、嗯、对不对啊？做什么事情要认真，一认真你什么困难都能解决，你做什么事情不认真，什么事情都可能有烦恼生出来，听得懂了吗？嗯，听得懂。好了师傅，那您可以讲一下地址吗？师傅讲一下地址啊？啊，54号 Mix Street 澳大利亚悉尼，地址不是有了吗？是啊，师傅讲我了，师傅。哦，讲地址，哦，是讲你呀、啊，啊，你这个地址、啊嗯。对不起，师傅，对，嗯，对啊，师傅。逗你玩呢、嗯。好了，你已经没毛病了。没毛病，啊，你一点毛病都没有了。你身体上什么毛病都没有，你就脑子有点毛病。啊，我脑子不好吗，师傅？你神经病。有经得起人家想，经得起人家讲，什么都如如不动，你这个人就撑得住，称为定。有定力的人才能称慧，才能有智慧，听得懂吗？嗯。我讲你、嗯、啊，你脑子有毛病，你马上就要说哦，是吗？你就不要如如不动，不要，哎呦，我神经病了。人家一骂你，哎呦，我神经病了，不可以的，听得懂吗？嗯。师父现在在跟你开玩笑。在增长你的智慧、嗯、增长你的定力，听得懂吗？嗯，啊、嗯，知道师傅。好，努力啦！现在讲你毛病什么知道了吧？刚刚讲用这个方法讲你的毛病讲出来，你知道你什么毛病吗？嗯，即使他真的是没有智慧哦，师傅。不是没智慧，没定力，什么事情都跟着人家跑，什么事情左晃右摇的。啊、嗯，这个他。真的是。现在知道了啦，师父用这种方法来教育你，讲出你的毛病，还听不懂哎。现在知道了吗？对不起，就是。好了好了。师父，好了，结束了。师父，我们再见。西罗伯见。啊，再见再见。OK， 感恩谢谢师父，感恩你。